哇，我今天这樱花粉的水晶泥做的也太成功了！再搭一个大帐篷。小妮儿，玩什么？是啊，月月，你看我的大帐篷好不好？妮儿，不过我今天啊要做一个不一样的水晶泥。不一样的水晶泥，月月，你要怎么做呀？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，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还那么神神秘秘的，赶紧做呀！好，那我可开始啦。我要开始喽。你这能行吗？胖妞，你就瞧好吧。呀呼！月月，你这水晶泥这颜色也太那啥了吧？胖妞，你着什么急啊？我还没有加我的秘密武器呢。当当！哇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个是我妈妈的口红，我要加在我今天的泥里头。哦。好看，我要给它和一下。哇，月月，你这个颜色是真好看。当然啦，我这个泥啊，不仅好看，还好玩呢，还能拉花搭帐篷。哎呀，确定？要不我们两个来比赛？行啊，那咱们今天啊就比赛起泡吧。行啊，起泡可是我的强项，我一定不会输给你的。废话少说，咱们开始吧。好。你这个声音好炸耳啊，看我的吧。胖妞，你这个也不错嘛，但是和我的比还差那么一丢丢。月月，你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，明明我的比你的响。胖妞，看来你是不服气啊，那咱们再来比一下搭帐篷呗。行，我们两个一起来。妮儿，既然咱们两个的水平啊不相上下，咱们俩就别比赛了，我请你吃炸鸡去。呀